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过去一年的记忆里，我好像忘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人——紫幽兰。柑橘。他要是愿意，我就执意爱着；他要是不愿意，我就永远相思。 年轻人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你身上的香味是从哪儿来的？你说这个，我几个月前在海边玻璃小屋，一个男孩送我的。这难道不是你造的？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，所以我知道，我觉得恶心。